哇哦，还有谁没有拍到的？难得可以操练歌王，怎么可以放过这个机会呢？一二三。还有谁？还有谁？这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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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右边，右边。OK，OK， 跟我们待会还有年度国语专辑，不要把它玩得太惨了。对，还是很那个，蛮晃神的，因为那个揭开那一瞬间，好像有得没得，就是两个平行宇宙的两种状况都想过很多次。就庆功宴的时候很开心，或者还好，这样对不对？恭喜你今天庆功宴，今天可以很开心的跟颜色的伙伴们一起来庆祝了。对 对。你刚刚分享了一个这个可以写任何的歌曲的东西，可以讲多一点关于刚刚很激动的。哦，因为我是一个很任性的人，对于歌要写什么，就是想写什么基本上就要写什么。我认为就是在我现在住的这个地方能够有这样子的权利，我觉得是很重要的。有没有得奖后等一下一定要做的事？等一下，这个喝一点酒。我的音乐其实真的也是比较牢骚，比较个人。那谢啊，有没有等一下最期待哪位女歌手在你的旁边？等一下，因为要合照的。哦，我希望孙盛熙，我觉得他很棒。哦，蔡依林对我来讲是这个，就是上个世代的超级大明星。所以，刚刚不要挖洞了，不要挖洞了，还有洞要挖吗？还有洞要挖吗？还有洞要挖吗？啊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但没有得罪的意思。